嗨，大家好，我哋系 MNH， 今次又系真男开场，系啊，好开心啊！好咧，今系啦，我系 Mana 真男，佢系黑子小错，咁咧，哎呀，黑子小错，耶！好啦，今日咧，我哋咧就玩翻呢个莫基哥 Castle 啦。咁我哋上次就玩到呢个嘅莫世界，好叻。好，我哋开始啦。咁三角系跑快啲。OK。Very good。诶，我好得意嘅音乐，我好中意嘅音乐，毛茸茸嘅铜像。Very good。诶，诶 ，very good。哇哼！哎呀，傻，我唔系好惯啲仔。哇哼！哇哼 ！X 呀！唉，讲起嚟啦，呢度嘅莫吉克咧，感觉好似软绵绵咁噶。呢啲嘢咧都被人称为叫莫哭可。莫哭可？莫哭。佢哋系被白色毛茸茸嘅莫吉可从寄生之后变成咁样嘅莫吉可。白色嘅毛茸茸嘅寄生虫？我仲带住相噶，佢哋呢个就系佢哋啦。啊！呢个系咩嚟噶？睇起嚟好似好核突喎，点解要带住相啊？呢啲嘢嘅感染力都非常之不得了噶，所以咧被呢啲寄生虫寄生嘅莫吉可会被普通嘅莫吉可们以死嚟处分嘅。哦，作为嗰只怪物嘅饲料啊！嚟嘅路上见到嘅医院、牢房，全部都系为咗隔离感染者所创造嘅嘢，被治愈嘅病例连一个都冇。即系好似我哋嗰啲传染病嗰啲咁啊，差唔多。上紧通识课，点解会咁噶？只不过系一啲变咗毛层层、软绵绵啫嘛，使乜被处分？唔系啊，你感染一个月就会死噶啦。咁点解你未死啫？吓？头痛、肚痛、呕、仲有眼晕等等嘅症状咧，出现咗之后就会吐，将能吐嘅血同埋都吐光，然后死咯。吓？咁我哋嚟咗呢个地方真系冇所谓？人类系唔会被受感染嘅。仲有个七隻特别嘅莫吉可都唔会受感染。嗯，即系莫吉可先生系一隻即系特别嘅莫吉可。都算咯，佢系啊。嗯。咁莫夫伦先生呢？啊？啊！我一出世就已经系咁噶啦。对唔住啊！你嗰副姿态真系好容易混淆呢。系啊，你话事咧，老夫咧都成日都俾人认错系莫夫可嘅，好几次都争啲俾嗰只嘢食咗噶啦。Very good。啲房里边有咩用啊？抢莫夫。好得意！快啲从呢个地方出去啦！我以后啊，仲要录嗰啲广播语音噶。我个手机啊，搵翻就真系太好啦！点解要掉喺呢啲地方啊？你唔系黐线啊！唔准咁样话黑角啊！黑角好可爱噶。哦，嗰度有只虫。Read a book。咩？软绵绵，毛茸茸，毛茸茸。
每个礼拜都中意毛茸茸毛。有只奇怪的虫、啊，有条奇怪的虫啊！用手捉住佢吧，捉咯。生姐，熄咗符先。生姐，你继续。用手捉住佢。嗯，呢个虫系咩嚟噶？蚂蚁虫飞咗落去佢个口度。蚂蚁虫从佢个口里边入咗你身体度。就在我身体里边噶。唔好啊！我得啊！喺身体入边转嚟转去，唔好啊！越来越去啊！啊！啊！嗯，好得意啊！诶，Bad End， 寄生虫。OK， 回收 Bad End。Fine。OK。Fine。又话人类唔会被传染。咪系咯，我先至想感掂佢啫。咪系咯，过分。马赫，我要睇先啊，马赫，马赫你系边个啊，马赫？毛茸茸的树，毛茸茸的树，毛茸茸的树。我哋睇下毛茸茸的树系点先。好可爱啊！我哋睇下色色嘅树。啲乜嘢？十八金。原来咁。好。Adults only。系咪 adults？ Adults。唔知道，我唔识英文，我都唔识英文。毛茸茸，毛茸茸。一只毛茸茸嘅嘢瞓咗上面。马赫，唔见绵绵马赫。What is it？ 马赫的日记，马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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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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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佢讲紧佢花园淋花嘅时候唔小心淋咗自己。讲起上嚟，如果木二啲木吉哥先生变咗做毛茸茸嘅话，会系咩感觉咧？唔好谂埋呢啲咁嘅奇怪妄想啊！啊，不过好得意。死咗嘅莫吉莫呼可嘅灵魂系会变成星星降落到呢个大地嘅。莫呼知道。好得意啊呢度，好可爱啊！个音乐好好听啊！哦，啊？诶，嚟啦！朝住呢个三火腿之神嘅光辉迈进啦！哦，吓、啊，如等，愿三火腿之神圣洁之守护庇佑你们。阿门。嗯，可以啦嘛，可以啦嘛。吓、啊，唔得，咁去啦。交俾神之光去引去指引你哋啦，行啦，马赫，要将身体交俾神之光嚟到指引啦。神爱我，我爱神。哼。
同我等一阵啊！咩咩啊？咩？原来系摩羯子。哦，你配啦，你配。有新玩具喎。嗯。完全都唔好玩嘅，真系简直无聊死人啊！等阵啊！你冷静啲。啊！开咩玩笑啊！你呢个畜生！啊！六楼噩梦还未终结。没关系的，哥哥。冇所谓的，哥哥，即使是哥哥都唔在意的，哥哥嚟啦，嚟啦，上床瞓觉啦，因为我哋系爱住对方嘅，嚟啦，哥哥，好啊，妹妹，咁呢边系近路，好快就会去到七楼噶啦。好啊，莫吉科卡 castle， 睇你已经死咗。好，入去。何にも怖くない。いつも結構がいるから。好驚。好長啊！我行了两分钟。啊，哥哥，你对莫吉哥先生。什么？虽然呢，已经过咗咁耐，而我而家先至讲。啊，真系好多谢你啊！你为咗我，又帮咗我咁多。如果我是自己一个人的话，绝对没办法前进到来这里的。嗯。这些话等我们好好逃出去这里才再说吧。而且还不知道之后的事会发生什么事啊。那又是。嗯。然后这里就是图书馆的入口了。图书馆呢度系去七楼最近嘅路，如果唔走呢度嘅话，要去七楼都好困难噶。嘛，就系有个咁样嘅地方啦。嗯？做咩啊？唔系，只系有啲。总而言之，我哋行啦。好啊，恋爱啦！我觉得莫吉即系二表莫吉哥先生唔舍得我哋，有死啊，有礼啊！呢度唔似系图书馆内部装修喎，话就系咁讲啫，因为太暗我都睇唔清楚。唔系，呢度系。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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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字睇唔到啫，其实好得意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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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木鸡王 ，bling bling bling， 木鸡壳王，嗯嗯，哎呦，
Konnichiwa， 你哋好，我欢迎嚟到我嘅城堡莫吉哥 Castle。呢个系咩一回事啊？罗伊丁莫吉哥先生，佢系呢个世界嘅王，创造呢个城堡嘅莫吉哥王。哎呀呀，哎呀，职业将，你都相当之唔错啊！啱啱我仲俾阿莫吉子当做出气筒啊！你同其他莫吉哥冇咩唔同啫，根本就分唔出有啲咩分别咯。哎呀，不过我真系冇谂到你喺度帮紧佢咯。喂，图书馆嘅喺边啊？哦，哦，奇怪啦。因为咧，我觉得咧太过笃眼笃鼻啦，所以咧我就将佢整冧咗，整走咗咯，木嘅木嘅，竟然！我想要将木吉将中意嘅书全部回收，嗰啲嘢根本就已经唔需要噶啦。木吉嘅，你呢只嘢讲嘢真系我唔知想点啊！你果然系一个半脚石哦。早知道那个时候就应该杀了你了。你都乱讲啲乜嘢？只要你哋仲喺呢个莫吉将嘅世界，我就绝对唔会俾你哋随心所欲嘅莫嘅。咁我嘅军队就嚟到噶啦，咁就同我受死啦，莫嘅。莫吉哈我我我我我，佢讲完真系唔知想点啊！我先唔要啊！又嚟，唔系得一发子弹嘅啫咩？佢无限火箭筒，我先唔会俾你咁容易就干掉啊！奇怪啦，点解你仲攞住呢样嘢噶？小姐，谨慎再谨慎，小心再小心啊！啊！唔好意思啊，莫吉哥，我暂时唔可以死住。诶，得乜？停手啊！我又唔似莫吉子咁样可以打开嗰个结界。喂，等阵先啦。哇！嗱，咪先啦。死了。你太夸张啦！嗰只嘢真系个大麻烦啦，所以非要做到呢个地步不可。数十分钟后，啊，咁呢度又系边度啊？总觉得好似完全唔熟悉嘅地方，先行住先啦。啊，唔会嘛？好啦，我哋今日就玩到呢度啦。好啦，今日就玩到呢度啦。如果中意呢个系列同埋中意呢段片嘅话咧，就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如果我哋有咩唔好嘅话，就喺下面留言话俾我哋知啦。如果想赞我哋嘅都得嘅。今日我哋下集再见啦。好啦，下集再见啦，拜拜。木吉吉吉吉吉。木吉。Cause。你阿叔。